所以它这个一打开的时候，它的种子就会放在地上给你照吗？刚才我的笔记不接到。
很漂亮，有翅膀，上面有一个什么东西长出来，它是它的种子，嗯，不知道，这大概是掉上去的，就是那个那叫什么？哎，那就果冻，哎，可以了哈，没有捡到，它飘，直接飘到笔记本上，啊，直接飘到笔记本上哦。那是什么的果子？铁杉的种子、它会从这里在里面掉下来，然后掉下来就长这样。那我给它摘，应该是种子，因为它就没有结果。哎呀，长得太小了，我照不出来。拉近再照看。哎呦，小心！放远一点，然后拉近再照。好，那个。那个就是它的种子，那个种子。各位学员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老师的？还是？正好在那个。啊，谢谢。正好掉下来。是有翅膀。